江苏泰信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其在2018年的出色业绩和行业口碑，荣获2018年装工机械用户品牌关注度十强，这也是泰信机械连续第三年晋升该榜单。江苏泰信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是十大品牌中只专注于中小型机械的品牌，也是成立时间少于十年的新品牌，是无锡惠山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智能制造产业代表企业和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装工分会理事单位。公司专注于中小型装工机械研发和制造，现已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和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认证，注册专利超过40余项。公司的产品主要包括整体运输式旋挖钻机、模块式旋挖钻机、全液压结装机等各类装工机械产品，适用于各种公民建及地铁、高架线路等城镇化建设。我们目前为止呢，代表应该说是我们中国小型装工类产品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品牌，所以呢，这个成果呢，就是我们逐渐完善了我们中国装工小型产品的这个空白区域，那么也是给我们国内的这个客户以及国际客户提供一个小型旋挖钻机的一个多品种的一个选择的门类。泰信机械经过近十年的专注研发设计，生产出更齐全的中小型旋挖钻机系列产品，以及具备 CFA 长螺旋工法的多功能型旋挖系列和 S 系列的低径 K2150 和 K2285S 旋挖钻机， KR 系列旋挖钻机和 KP 系列全液压结装机，也已成为国内领先品牌。应该从开始来讲，从研发上面我们一定有一个高的标准，所以我们研发上面除了要用我们这个国家推荐标准，另外我们也会遵照这个欧盟的这个安全标准，那这样的话保证我们的机器设计了之后它是满足全世界相对通行的标准。凭借其产品的高可靠性和优越性能，泰信机械获得国内外众多客户的一致认可，现已批量出口至澳大利亚、俄罗斯、阿根廷、泰国、菲律宾等18个国家。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代表中国制造的小型的这个旋挖钻机，跟着这些大的团队出去的时候，实际上帮我们在拓展国际市场。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在提升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口碑。随着国内旋挖钻机的普及和细分，泰信机械势必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乡村复兴计划装机基础施工的首选产品。未来，泰信机械将继续专注于装工行业，精于研发、制造、营销、服务，秉承专注、创造、价值和客户第一、信义第一的核心理念，提供高可靠性的中小型旋挖钻机产品，推动国内公民建装机基础施工设备的升级，全力将 TYSIM 品牌打造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专业装工品牌。